Sound of a kiss we stole from the night. The self-dressing heartbeats of love at first sight. Perfume is drifting in the cool breeze. Dance of two hands, eager to meet. A kiss and two heartbeats ring out on the street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ol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手上这款，我把它的名字取叫“天使晕染”。那为什么要“天使晕染”呢？是因为它有种云雾的感觉，就感觉会好像出现小天使一样。那加上我配的颜色呢，就是比较复古色系的，像是这个咖啡色啊、蓝色跟有一点透咖啡奶茶的颜色，所以它看起来就会很复古的感觉。那我目前我的手上呢也是用这个造型，那只是我是用粉色的，所以搭起来就是会是像是这样子的感觉。那我手上就是搭配其他猫眼的颜色，那这猫眼的颜色呢就是在我转动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光泽，我觉得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呢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款式呢，就是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复杂，但是它其实是运用胶的特性来做出像这样子的晕染。那底色的部分呢，都是选择像这样子偏透的颜色。那因为它偏透的关系，所以它可以做各种层叠。像是这边呢，前面就会比较深嘛，那后面就会比较浅。那这样子有深有浅，就会好像用了很多颜色，但其实呢，它都是用同一个底色，再加上透白色跟白色的彩绘胶，所以制造出来就会有这种的效果。那这个上面的装饰线呢，就是细细的，是我新买的胶，待会会后面跟大家介绍。那如果大家对于像这样子的晕染的款式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们就开始咯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颜色，那这个颜色呢要选比较透偏透的颜色。那我选的这个颜色呢是偏有点灰蓝色的。那我们取了一些之后，准备甲片整面都涂刷。那因为它偏透的关系，所以它上来之后并不会非常的饱和，大概会是像假面这样子。那这样子还太透，所以我会再加一些。那有一点不均匀的话其实没有关系，我们放上假面后大概会是这样子的样子。刚刚那样的量都还太少，会上到就是真的有蓝蓝的感觉。那到这样子之后呢，我们就先去照灯。接下来我们准备透白色，还有一支斜口笔。斜口笔的部分的话，大概像是这样子的样子。那我们取了一些透白色凝胶之后，涂刷在甲面上。那我会涂在大约中央，再往上一点点，直接往下直刷。那因为它是透白色的关系，所以就会有深有浅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之后呢，我们先不照灯，我们就准备一下白色的彩绘胶，这个就比较浓稠。那我会想稍微清一下笔，取大概像是笔尖有一个三角位置，前面一点点就好。然后我们上在甲面上，那上的时候呢，甲片的部分的话，它的笔触会是这个是由下往上，那如果我们要稍微做一点变化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先往上，然后再往下这样子。那我们这一片呢，就会示范由上往下的。那笔放上来之后呢，稍微有一点平躺，再落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往下，它就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纹路。
那这里呢，我们再把它稍微拍开，因为下面已经有上了透白色的凝胶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它就会有一些一丝一丝的纹路。那大概是这样子之后呢，我们会再调整一下它的深浅，可以再取稍微多一点点，我们来加强一下它的轮廓。这款比较特别，就是它的纹路是非常的随意的，然后上上去之后呢，就尽量不要再去做过多的拍打。大概像是这样子之后，稍微清一下笔。这边如果想要再稍微有晕开的感觉的话，可以再用斜口笔在上面轻拍几下，它的边界，它的这个白色的地方就比较不会那么锐利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之后，我们就先去照灯。出来的甲片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准备一下这个透的蓝色，一样取一点点，因为它的特性是非常的透，所以呢它就可以叠加让颜色变得更深一点。那我希望就是前端的部分颜色可以再稍微深一点，那我就把它直接加上来，加在前端的位置，然后一样可以准备一下斜口笔，稍微把边缘的部分让它跟其他的地方可以稍微融合。大概是这样之后，就会发现它下面这边是比较深的，然后上面呢是比较浅一点点的。那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先去照灯。接着我们准备一下拉线胶，那特别介绍一下这个拉线胶是 Ageha 的，那这个它是奶油拉线胶，是里面的实体是不太会流动的，但是它又可以做堆叠，那画出来的线会非常非常的细，但是亮度又非常的足够，我觉得非常的漂亮，所以呢今天这款我也要加一下这个拉线胶。那一样准备一支线笔，沾了胶之后，笔尖会稍微有多一点点的胶。接下来我们就把拉线胶画在甲面上想要的位置。那我刚刚有说它的头的位置是颜色比较多的，那就会变成这样子，由粗往上拉，它就会变细。那它在变成很细的过程的时候，亮度又是非常的足够的。然后拉一下第二条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我们就先去照灯。接着我想要上一点贝壳片，所以在这个局部的位置会上一点建构胶。我们薄上完建构胶之后呢，就准备把贝壳片放上来。那贝壳片会建议挑选就是让它折完之后是比较长形的，这样子整个甲面看起来会比较修长。那大概是放上这个位置之后，我们就先去照灯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建构跟上层就完成了。那因为这款呢没有什么特别凸起来的饰品，也非常的平整，所以建构相对起来就没有这么的困难。
上完建构出来呢，我们就接着上上层，就完成最后的步骤了。看完刚刚的影片呢，大家应该对于做像这样子的晕染会比较熟悉了。那我觉得这款呢，它非常非常适合新手，原因是因为它只是利用颜色层叠的步骤的方式，就可以让画面看起来是很复杂的。然后对于有些美甲师如果在做现场操作的话，这样子的款式就是在做沙龙的时候是非常的快速的。那大家如果手边有比较偏透的凝胶的话，也可以拿来做像这样子层叠的搭配，就只要选一个比较偏透的颜色，然后一个透白色跟白色彩绘胶跟上面的一些拉线胶就可以完成了。那以上就分享给大家，那如果大家看完影片之后对影片有任何的想法或是疑问，都欢迎在下方的留言栏跟我说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